好，再来第七题，会有一种题型是，他跟你讲说，他有一种题，它的解已经叫负五跟三了，求 a 跟 b 啊，我只要把负五跟三是不是带回去就好了？所以如果我带进第一四，你就会得到负五乘三叫负15，减掉三二得六，减六 a 会等于七，减掉 b。负五丢进来会叫做负五倍的 a，然后再来加，3B 等于14。好，啊要整理，因为你没有整理好，都会很难算。第一个我把正六 a，我把负六 a 丢过去好了。OK，我把，哎，对不起，我重讲一次，我把负六 a 保持在原地好了，负六 a 保持在原地，抱歉了哈。负 b 丢回来叫做加 b，右边本来就有七了。我把负十五丢过去，叫加十加五，十，所以七加十五，52。22。下一行，负五 a 加三 b，那我一样写的负五 a 加三倍的 b 等于正的14。我如果要消掉 b，上面乘几倍？3。乘三倍，我就可以得到负的18。加三 3B，b。对，66。好，我要消掉 b，好，那我就选择减，下减上，好吧？这一行减掉这一行，好，所以当我相减负十八 a 减五 a 哦，43A，负十三 a，所以它就是负十三 a，三 b 减三 b 不见了，66减十四叫做五十，所以我就算出 a 等于五负的十二，四。那 b 就等于负四乘上任何一个都可以，我想要带进去这一个，我想要带进去这一个，好，绿色的这一个，所以负四乘上负六，24嘛，对不对？负二，所以对，22减24等于多少？负二。是不是都跟你一上的一模一样？嗯，其实都一模一样。好，这是负二。